嗨，各位网友，大家早。那么现在的时间大概是早上的10点左右，因为蚊子很多，所以说就选择这个时段来拍摄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今天我要做的是麋鹿绕树抄架，英文叫做 moose test， 那他们叫绕锥啦，那我就来绕这个果树啊，这个油柑树，好、哦。那当然啦，那个电瓶跟那个马达都更换了。那刚刚也把那个什么，来大家来看一下，刚刚也把那个速度的那个感知器啊来做一个特写，哦，那个 LED 灯，哦，看到那个红色的、蓝色的啊，有一个 LED 灯，我现在已经把它线路改掉了，让它转弯的时候速度。啊、不会降下去，以提高这个灵活的操控能力。好，那以下我就请这个友人啊来帮忙拍摄。好，准备开始了，拜托您了。好，激烈抄架，准备开始。三分半，好，继续。好了，做个总结。好，还有多久的时间？还要多久？我看一下。来，好，各位网友，那么刚刚做这个麋鹿的绕树抄架，把那个速度感知器啊拔掉之后，真的转弯的时候很容易翻覆，真的大家不要轻易尝试把它改掉。在这个场所，它是非常安全，所以说我才敢这么做。那么电瓶换掉，马达也换掉了。那么今天呢，也非常感谢这个友人啊，他这边蚊子特别多，也非常感谢他啊，对他表示10,000,000的谢谢。那么今天呢、啊，就拍摄到这个地方啊，谢谢各位网友，如果有什么指教，请留言指教，谢谢您，再见，拜拜。